乡亲是我报告，咱台湾民政府高雄区服务处已经成立，地址在高雄市竹林一路387号，请咱的乡亲是我挂到高林来到阮指导。那么伫遮恳请各位乡亲是我拥有申请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核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咱敢有想过，咱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摕